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垂直极限》，讲述了老者在雪山找到妻子，已经变成雪雕的故事。小美跟随一名富豪去登雪山，不料却中途遇上了突变气候，小美等人被困在一个峭壁的洞穴里。小美哥哥小白得知妹妹被困后，赶忙组织了一个6人救援队前去救援。他们分了3组，每组都背了硝化甘油，因为硝化甘油可以炸开山洞将妹妹他们救出，而如果救援时间过长，小美他们就会因为肺部水肿而死，所以小白必须赶快找到小美，但还没有找到小美，一部分队友就因为雪崩和硝化甘油的爆炸而死，只剩下小白和一个老者。老者常年生活在这雪山，因为他要寻找他失踪的妻子。原来在4年前，自己的妻子和一位富豪登山，他们在那次登山中也遇到了危险，可富豪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自己的妻子却不见踪影。在这次的雪崩中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妻子，可妻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山美人。这边小美3人开始出现肺水肿，小美想为队友注射救命针，却被富豪拒绝了。富豪还用了队友的血做了信号灯，于是小白很快找到了他们。在营救他们的时候，却又发生了意外，4个人被挂在一个登山绳上，最后2个是老者和富豪。老者在看到妻子的那一刻时，就知道妻子是怎么死的。妻子是有救命针的，但被富豪抢走，所以妻子最终是因为肺水肿而死。在绳子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老者割掉了绳子，和富豪一起掉入了深渊。最后小美和小白得救，我们想去挑战大自然，但在大自然面前，我们依旧还是很脆弱的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